Hello，S TV。对，哇，哎，你怎么了？相机的这个上面的？他受伤，受伤了。打扰，我是人生，我是默默，欢迎来到陌生夫妻的频道。哎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。今天呢，我们两个穿的很像是要去谈判啊，但是不是？今天呢，我们穿的比较正式，因为我们要去参加朋友的婚礼。穿上这个西装，虽然说有点憋了，对，有点紧。大家觉得我们两个穿这样正式一点的黑色系列，大家觉得如何呢？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，记得在下面留言加一或帮我们按个赞哦。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发哪里？那就让我们出发，前往大直 ，Let's go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，人已经到了大直点华，我们帮人家带红包。然后我要走不动，因为有人穿的平常都没有穿高跟鞋，平常都把它穿布鞋。对啊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先上去会场准备一下。那其实呢，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蛮特别的，因为呢，今天的新人呢，第一支在 YouTube 的影片就是陪他们呢去注册登记啦。哦，对，不是注册什么上学、哦，注册商标的，就是陪他们去登记。过了一年多，终于今天正式要办婚礼，所以今天真的是蛮特别的一天。那我们就先上去吧。Let's go。你在拍什么拍？今天是来干嘛的？今天来收礼金的。所以你今天是小土包。跳错了很多，但是真的很喘。OK， 我们恭喜新人。对，哇，一年了，一年了，一年多，从 Anson TV 的第一支影片到现在，真的一年多，终于资历没有用到，终于让我们等到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恭喜两位，谢谢 Anson， 谢谢，恭喜新人，恭喜，拜拜，拜拜。起来啦，我们已经来到了晚上。大概我们也换妆了，对，也换妆了，对，有道理。然后后面的是一国老师，还有森森，对，我们有一位好朋友，两位好朋友来从日本来台湾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跟他们打招呼，究竟是谁呢？跟着我们去看看。颜色，高粱有没有看过啊？高粱有气泡的吗？庆功宴哪有人在喝水 ？Hello，S TV， 对，恭喜，今天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恭喜！哇，哎，你怎么了？相机的这个上面的？他受伤了，加油，一起加油，来，我们一起加油，来，超强心理，一起加油，耶！这一
一家呢，它的啤酒真的超好喝，我才进来我已经不知不觉喝了四杯，有机会大家一定要来试试看，我会把这家店的地址呢放在下方的说明文。他们家的墨西哥玉米片我觉得超好吃，而且它有加香菜沾它的酱，超好吃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辣酱炖鸡，我们来试试看哦。哦，刘佩，快！那我猜你已经有给大观众看看了吗？嗯，是吗？我觉得还蛮好吃，可是如果饼干加一点起司烤热，我觉得它需要更辣。它有改那个味道，有台湾的味道。对，比较符合台湾。如果是墨西哥的话呢，其实是没有那么甜的。Megan 喜欢这种的。Megan 喜欢吃超爱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要打我，完美。欢迎爸爸，我欢迎雨山。大家好，我是雨山，不是秋人。雨山还有吗？还有吗？雨山，耶！终于跟 Yuma 喝到酒了，耶！妞妞没有喝酒啊，妞妞不能喝酒。妞妞喝什么？苹果汁。OK， 我们已经回来家里了啊！今天晚上真的很开心，见到许久不见的 Liu、Yuma、刘佩、Megan， 还有牛爸，还有沙酱啊，最重要还有很多的新朋友，而且我们要先预祝他们准备要100万订阅了，真的。那今天有来的 YouTube 的相关连接呢，还有今天晚上我们吃的这家很棒，非常棒。我都会把这些资讯呢留在下方的说明文。今天的日常 vlog 感觉内容比较丰富哈。那如果大家觉得喜欢我们这样分享我们一些生活，不一定要完全旅游啦，就是一些比较生活的事情的话，记得给我们一个赞。那或者是你想要了解我们，比如说当初怎么认识的啊、结婚啊等等，有没有对我们有什么想知道的事情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。那今天的 vlog 就差不多到这边，最后要感谢大家还愿意看我们的影片，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这次的新婚夫妻呢，非常非常的有爱，因为呢，他们用的是这个啊，你来介绍吧。这我也不会介绍啊。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不行！你要学 YouTube 开箱嘛？虽然说不能开啦，但这是我刚才已经开了，喜安儿烘焙屋的喜饼。